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李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元气之星粉红萝卜开始游戏。当然排位，好这么多娱乐模式，试一下当然排位赛，出发。这一局不好，漂亮，遥遥领先。快点啊，我先飞翔。还有谁没玩家？跨栏飞翔这一局。这一局又是第一，好，刚关到手，下一局回头，掉下去就是。现在第二局。夺冠了那条，这个是吧？获得冠军，漂亮！还是前头啊？到底是？当然他没完成了，他娱乐模式，躲猫猫，还没点匹配呢。森林躲猫猫，伪装者。注意的打球，一朵花，哎呀球，这不安全。跳不上去，兄弟啊，都没怎么躲呀、啊！这什么鬼？行吧，今天就到这。感兴趣同学，大家关注我们，下期见了。拜拜。谢谢广大。剪辑：小逆。拍摄：
小腻，最后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收藏、投币。